是。波波对闪妮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有弹幕在问。第一次第一印象就是去年的时候，我看他的 MV， 然后因为我当时我也不是很追星，但是我也会问的别人，我觉得这个女生就很酷，对，因为有这样的女生，就是这样感觉的女生其实很少，特别少，对，就是还是印象蛮好的，印象很深刻，对。时期太短了。郭辉平时打游戏的时间多吗？非常多。阿卓为啥不来？后面可能大家我们都会有那个直播的机会的，可能后面就是那个他就会来了。波波就来一首吧。来，波波唱一首歌吧。好多人说让波波唱歌。好，那唱什么歌呢？唱什么歌？想听什么歌画在弹幕上。把你想听的歌曲打在公屏上。点歌点歌。他们说波波睡着了。如果会的话。看看大家有说什么，想听什么。都想听腾哥的。他不会，我才。腾哥的歌太难唱了，功底不够。你快唱一首你会的，你擅长的。对。唱，想想。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吗？那你随便整。最拿手的、最拿手的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好 A B C D E F G H I J K 你唱什么？你要不随便周杰伦的来一首。你唱一首你最喜欢的五月天的小情歌吧。我送你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房的歌。起高了。我想挺好的。他的歌太高了。就这结束了。再来两句。七里香，还有你唱的搁浅。七里香，哦，搁浅会。搁浅。算了，换一个，我唱的搁浅了。唱那什么吧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有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的。OK， 好，掌声送给我们波哥。波哥，波哥是我们十个人里的演唱担当。惩罚一下吧。惩罚是什么？两个人配合模仿以下四组表情包，赢得一组满意。期待的搓搓手。是我俩一起模仿是吗？还是一人一个？一起吧。好。那第一个。那我先。不是一起吗？你先什么呀？那一起。不是啊，对。好了吗？菲儿在委屈的，看着那种委屈的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的嘴巴撇不下去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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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第二个翻白眼。哎，你俩这个表情做的又一致又像，真的很绝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过关过关。这个、哎、第三个波波会做啊。这个啊。我只能这样、啊、好像啊，对，他可以，真的好像波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波波特殊技能，这个那个什么眉毛真的厉害。好，过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，OK。然后你、